那我要别谁的？唱亮怎么样？也蛮小姐。哎，我现在怎么样？看不出来吧？其实蛮显眼的。有吗？是因为你们知道好不好？因为我像亮哥啊，然后何浩晨他们，我都很少遇到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认不太出来。那你就别这两个。好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这叫侧通道。这个雨下成这样，反正看起来今天是硬仗，外面台风天。好紧张哦，所以他们已经差不多要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期待他们，期望他们不会发现。第一趴应该是可以撑多久？我觉得至少可以撑过第一趴。嗯，而且我这样子已经。对啊，我如果这样子，你们不会认出我吧？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，只会想说，哎，好像有新的妹妹来咯，这样。通常点麦的时候不会有机器来，所以如果他们来来来，浩哥，浩哥，浩哥，没关系，表演好，表演好。嗯，马斯卡。不好意思，你的麦。是不是太紧了？是哦，太紧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也不用出门这样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再松一点好了。没有，这松紧带了。嗯 ，OK。那我自己再调。好。来，我们等他一下。Hello， 1 2 3 1 2 3 1 2 3 test test。呼呼呼呼呼，吹气啊！有用，呼呼，吹气啊！有用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是不是在录整人节目？不是，我觉得他这个是，我觉得这个人怪怪的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女来宾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从他的那个一些举动啊，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奇怪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忘一点。使用不要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没有没有，掉下去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没有，我怎么啦？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，他真的来弄麦的。刚刚有帮别人换麦啊？不是，不可能有来宾啊，不要傻了。哦，麦在这里，麦在这里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而且我觉得它散发出一股很奇怪的香气，因为通常工作人员不会有一股香气。新同学啊，不会啦。来开场，真的是啦。但是郭哥呢？郭哥呢？大家都问对。郭宏志呢？郭哥，郭富城嘛。我看他前几天的脸书是晒伤了。我还是先公布一下今天的目的地，我今天目的地屏东。屏东啊？屏东，屏东，屏东是垦丁嘛？东港嘛，黑尾鱼啊！好，我跟你讲，屏东我太熟了，真的，我在那边住了五年，真假？真的啊，就这一趟只有我们四个，目前看起来就是这样子，五个，上次蹦上，上次你休假就来两个人帮忙，不会啦，蹦不是啦，啊。又要检查麦了，你看来了，亮哥，他会摸到你身体里面去哦。亮哥的麦有。是不是真的是来宾了？不好意思。啊？你把脱衣服。不好意思，快点重新来吧。对啊，到底是不是你的艺人朋友啊？亮哥，你有闻到一股香气吗？我鼻子比较钝。以我的观察，他身高没有超过155，确实你的手法怪怪的，真的又不太像。我觉得他的手法就好像我们去按摩店也没有，然后遇到一个假按摩师。是啊，换完还会给你抖一抖，那拉那个。我们一直犹豫，你到底是你要不要拿下口罩？你看一下，借看一下。那个是新来的。